请看寄送的第二首，从这个往下有100首寄送，是说所持的刹瓦，华藏世界海所持的这个刹种，网是比喻啊，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里面又分为两段，前面九颂啊，就是从第二到第十，这是颂能持的刹种，其余是颂所持住刹。这里面第一首是说参而不杂啊，就初中啊。请看经文，此世界海中刹种难思议，夜夜皆自在，个个无杂乱。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些科学家所观察到的宇宙。浩瀚无际的宇宙，我们用现代最进步的科学仪器来观察太空，能见的范围多大呢？给诸位说实在讲，太小太小了。在前面我们一直读到这个地方，现在明白了，我们的观察几乎没有办法突破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有多大呢？照大乘经上讲呢，有10万亿个银河系，10万亿个银河系，确确实实，现在啊，我们这个天文常识没有突破，10万亿个银河系，在刹种里面是一个小世界，啊，华藏是一个大世界，啊，我们娑婆世界，这佛在经上讲得很详细啊，是在华藏世界的第13层，啊，这第13层有多大呢？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同在一层，啊，它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西面，啊，距离多远呢？那佛经上讲的10万亿个佛国度，一个佛国度，啊，假设吧，
十万亿个银河系，一个佛国度是十万亿个银河系，距离我们以这个为单位十万亿，实实在在不可思议。人类的聪明智慧能力确实是非常有限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在华藏第二十层边缘呢？不是，西方极乐世界还有西方，那里还有无量无边的刹土，像华藏世界这样的刹土，佛在经上讲啊，太虚空当中啊，无量无边啊。这是讲到大的啊，讲到小的呢，我们今天科学也没有办法突破啊。小，佛讲到微尘，讲到毛端、毛孔。这里面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重重无尽啊，不但六道凡夫没有能力接触得到啊，今天的科技对于这桩事情也是茫然无知啊。声闻缘觉不知道，全教菩萨也不知道，经上讲谁知道呢？普贤菩萨知道，当为普贤是等觉菩萨了，能如微尘里面的刹土，如果我们把这个标准放宽一点，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化身菩萨修普贤行的多，怎么知道呢？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了，文殊普贤文殊菩萨以十波罗蜜，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教导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师，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包括圆教十住菩萨了。那我们就明白了，这些人有能力其如，所以
古大德常常为我们开示，明心见性，在自性里面没有大小，虚空法界不大了，微尘不小啊，正是前面所讲的法界等无别，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来去，中观论上讲的八部，那是见性人所说的，那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不来不去，不一不一，岂不是此地所说的吗？此世界海中，这个词是指华藏世界海，刹中难思议，一个刹中已经就不可思议了。前面菩萨为我们略说，说了200多个刹中啊，这是讲识海啊。每一个海里头，略举10个刹中，10×10就是100。那么100还有涉海所管之海，又举了10个例子，就变成200。我后举最近轮回山的一个海，为我们举例说明。绝对不是说这个一个海里头只有10个刹中，不是的，无量无边的刹中啊。那么还是什么意思呢？清凉大师在前面注疏里面给我们说出来了，阿赖耶识啊，这个涉海之大了，阿赖耶识就是真如本性。觉悟了叫自信，迷了叫阿赖耶，迷悟是一不是二。确确实实不可思议，夜夜皆自在啊，刹中自在，刹海自在，刹中里面所持的佛刹自在啊，那一个佛刹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这个大千世界大小也不一定。这什么缘故呢？后面会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个个无杂乱，那我们就不要看大的，我们看小的。从现前我们在望远镜里面观察到这个夜间的太空，你看这个空中许许多多的星球，星球就是世界，我们地球在太空当中不大了，小星球啊。比我们地球大的不知道有多少，比我们地球小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分布在太空当中都有一定的轨道在运行，它不杂乱啊。这是什么原因？同而言之啊，这是自信的性德。性德是有秩序的。决定不是紊乱的。我们在唯识论里所看到的，无明不觉生三息，境界为缘长六处啊。这是讲迷摄自性变成阿赖耶，阿赖耶的发展它有层次，它一点都不乱啊。那么在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东方不大德说的。那么在中国道家讲八卦，讲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事出世间这些大圣大贤跟我们说明宇宙的起源呢，这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的宇宙的起源呢。不管怎么个说法，它都是有次第、有秩序，一点都不杂乱，个个无杂乱了。大宇宙如是，那么再看看小宇宙呢，也如是。小宇宙是我们的身体，这个近代科学进步啊，了解得很清楚了。一个人，一个动物，你一看他身上器官血脉的组织结构也是一点都不乱的。
血液的循环，脉络的震动，都能保持一定的秩序。如果这个秩序要乱了，这人就生病了。这个乱象如果不能恢复正常，这个人就死亡了。人是小宇宙啊，这个小宇宙跟大宇宙啊，实在讲无二无别。我们觉得这个人身体结构很复杂，思想妄念就更复杂，跟大宇宙啊一模一样。所以古今中外的觉悟的人，真正修行的人，就什么呢？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天人合一。用佛法的话来讲呢，明心见性。见到心之后，性相也说，离世宝儿，言语不一样啊，意思完全相同啊。人真正恢复到自然，古人所谓的返璞归真，回归到自然了，天人就合一了。天是大宇宙啊，人是小宇宙啊，合而为一了，最健康了。如果我们的思想行为饮食起居违背了自然，毛病就出来了，人生病了。如果跟大自然相应呢，这人健康啊，这人当然长寿啊。这个人自自然然恢复到自信的本能，自信本能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能力，无量的向好，真的能现前呢？诸佛如来如是，法身菩萨也如是啊！声闻缘觉得少分呢、我们凡夫称他们为神通，现在人称他们为特异功能。其实很平常的事啊，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
在这个起心动念啊，言语造作、生活行为，到个个无杂乱呢，那你就夜夜皆自在了。由此可知，无杂乱是自信本来的现象，杂乱呢，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杂乱从哪里来的呢？从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起来的。自性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晓得，要明了。妄想分别执着绝非自性，所以佛叫我们把它断掉，你才能回归自信啊。我们跟心得不相应呢，就是被这些东西障碍了。从这个地方我们明白佛法的修学无非是断妄想分别执着而已呀、啊！用什么方法断？禅定呀、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哪一门不是禅定？所以佛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只是修学禅定的方法不一样。我们念佛也是修禅定的。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是禅定的，心不颠倒是般若智慧。我们现在用智持名号的方法修一心不乱，就是修个个无杂乱。果然到个个无杂乱了，那你就夜夜皆自在。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是恶缘，没有不自在的。大小宇宙是一桩事情，我们看到大宇宙的运行那么自在，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一切顺乎自然，不能作意。我们凡夫最大的毛病就是根尘相接触的时候，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作意，错了，错在这里。诸佛菩萨这些大修行人的本事，就是
跟尘相接触的时候，他能够如如不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随顺自然。凡圣差别就在这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心里很想做，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古德常说的，你放不下嘛。自己很想放下，偏偏放不下。这是什么缘故？是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叫做看破。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了，肯定你放下。放下什么？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放下起心动念。你的信定现前了，这佛在经上讲，信定，自信本定，你的真心，你的本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清净即灭，本来这清净即灭。这个道理要懂啊！你真的懂得了，你就会用功了。佛菩萨他们的功夫成熟啊，不需要用什么功了，已经回归到自然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回归自然，所以得用点功夫啊！用功夫什么呢？要克服分别执着，要克服起心动念，这叫功夫啊！什么时候真正到自然了？不要去作意克服了，自自然然，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我们一般讲到家了，功夫到家了啊，世俗人家正果了啊。果有很多，初性位的菩萨是果，二性位的菩萨也是果，三性位的菩萨还是果，一直到等觉，到妙觉，52个位次，就是52个果报，慢慢证的啊，证到究竟圆满。这叫菩提道啊，这叫成佛大道啊。这是人生真正的大事业。除这一桩事之外，其他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梦幻泡影啊，都不是真实的，唯此是真实。
一定要记住，念佛也是求明心见性啊，千万不要搞错哦。明心见性禅宗的啊，净宗不明心见性行吗？啊，净宗是什么？在这个世间障缘太多，自己业障重，智慧浅，没有办法修到明心见性。换个环境啊，到极乐世界去修啊，到极乐世界还是要明心见性啊，见性才能成佛。你用什么方法呢？大概还是不学老办法，持名念佛啊，就用这个方法，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一句佛号念到底呀，把自己的执着念掉，证阿罗汉果啊，分别念掉了，证全教菩萨了，妄想也念掉了，你就成化身菩萨了。这个方法妙绝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自在，看到无杂乱。要懂这个意思啊，要能够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让它起作用，我们就没有白念了。再看下面一首，华藏世界海，刹中善安度，殊行异庄严，种种相不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的这一首啊，是诵安部行列，具体说明前面讲的这个刹中不可思议啊，一一皆自在，个个无杂乱啊，这是具体来给我们讲。举例啊，举华藏世界海，我们现前生活的这个大世界啊，华藏世界海是大世界的。这里面的刹中我们前面读过啊，在这一品经华藏世界品我们读过啊，南部里面最重要的善字，刹中善安部，安部的非常好啊，非常的妥善啊。譬如这个太阳系啊，你看环绕太阳九大行星啊，那么现在有人说十大行星又发现了啊，无数的小行星环绕太阳啊，在太空当中运行，每一个这个星球距离都恰好啊，
因为星球现在我们知道彼此互相有引力啊，只有在居力呀、啊、恰到好处的时候，它的引力均衡。啊，保持一定的速度，一定的轨道，啊，一点都不乱，善安不啊？谁安不怎么？所以，有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呢、啊，天天在想啊，想这一定不是人，人做不到，一定有一个神啊！想到宇宙之间这个星球安布得这么奇妙。一定是有个真神，他在那里安住。世间宗教不少，啊，许许多多的宗教都肯定宇宙之间有一个真神，真神在主宰这个宇宙，主宰一切众生。所以称真神为主宰啊，在大乘佛法里面没有说神，大乘佛法里面讲这个刹种神安不住，发现现象啊，这是华严经在出现品里面佛说的，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现象，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佛是一句话道破。那么唯一的真神是什么呢？就是心性，能现的心，能起变化的事，现实在其他宗教称之为真神。宗教之间可以互相沟通啊，说的是一桩事情啊，名称不一样啊。啊，这是真正的宇宙的主宰。啊，尤其大乘经上说得好，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真正的主宰是，真正主宰是心想啊。啊，这个宇宙万有啊，随着你的心想在产生变化，为识所变，心想就是识啊，识就是分别，随着你的分别，随着你的执着，它产生了变化。所以树形异状，形状不一样啊，树是差树，不相同啊。譬如我们讲六道，天道的一真庄严跟人间的一真庄严不一样啊，差别很大了。人道的依报正报的庄严跟畜生道又不一样啊，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畜生，当然畜生道我们也没有能力见到圆满，我们能够见到觉察到的是觉悟部分的畜生道，我们见到还有很多的畜生道我们见不到啊。中国民间常讲的龙凤，这都畜生啊。龙是属于兽类的，凤是属于鸟类的。没人见过，很可能在上古时代有，现代没有了。所以我们就能肯定了，我们这一生所没有见到的那些动物太多太多了，不但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的动物我们没发现，其他星球上那更不必说了。这个星球有人有动物有植物，其他星球不能说它没有啊。科学家也肯定太空当中这么多的星球里头一定有很多星球里面有高等的生物啊，很可能有一些生物的时候比我们人类更聪明啊，科学技术更发达这个想象是正确的。这是说明医报跟政报庄严不一样。那畜生道跟恶鬼道的庄严又不相同了，恶鬼道跟地狱道也不一样啊。这些行星都不是我们常识能够达到的。我们从圣人呢经教里面读到的所以庄严是前面加个义，义就是不相同啊，庄严不相同身形不相同啊，庄严不相同，种种相不同啊，这是一句总说。从小的我们就能体会到大宇宙，像这个华藏世界海里面讲的不同的像是海，不同的像是火，这个意思表达的意趣前面都曾经说过变现出不同的佛刹世界，不同的世界，在世界里面又变化成不同的众生。尤其佛在经上说义报随着正报转，如果我们肯定
佛这一句话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肯定了，所有星球里面都有众生。为什么？它是医报。医报从哪来的？医报从正报来的。正如同我们做梦一样，梦里面一定有正报，正报有自己啊。然后啊，你才梦中才有世界，有山河大地。有一些人事物的环境，你仔细去思维，去想想，哪一次做梦，梦里头没有自己？你再去打听打听，问问呢你的一些朋友，你问他们曾经做过梦有没有？梦的时候，梦中有没有梦到过没有自己？一个也没有啊。梦中的自己是正报，梦中所有一切人物山河大地是异报。异报随着正报转，医报从哪里来的？医报从正报来的。如果这个道理我们要是真的明白了，我们就能肯定所有一切星球里头都有众生。那个众生是殊心异道。现在人居然有能力登陆月球，将来可能还有能力登陆火星那上面有没有人物呢？可能人物的形状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见不到他们，他们也见不到我们。如同我们这个世间这个地球上人鬼杂居人见不到鬼，鬼也见不到人，确确实实是住在一起，彼此不相妨碍这就是种种相不同啊，殊形异状也，不能说没有啊。学佛，尤其学佛时间久的老同修，心地比较上清净，清净心就有感应。心地越清净，自自然然的你就突破时空的界限，你能见到不同的众生见到鬼神你有能力跟他们交往跟他们往来别的人见不到，你能见到，确确实实不是眼睛看花这些事情不但中国多，印度也多，欧美也不少，哪里都有啊。不可以轻易用迷信两个字把它抹杀，抹杀不掉啊！为什么呢？它是事实，你怎么能抹杀得掉呢？
你只要自己心地静下来，你想证实不难啊，做得到啊。然后你读大乘经，你慢慢的能够体会到经里面所说的不同的境界啊，不同的空间。好，现在时间到了。